All right, gentlemen, I want you to repeat after me just how I do it. Ready? Your turn. Very good. Don't go ahead now. Good golly. 新嘅宠物公园开幕啦！喺8月24号咧，位于观塘附近嘅茶果岭海滨公园全面开放啦。今日我哋就同骑啲 coffee 去踩场。茶果岭海滨公园咧就冇停车场嘅，附近泊车可以泊喺惠乐街停车场。咁佢系一个露天嘅停车场，就比较近呢个茶果岭海滨公园。这个收费就20蚊一个钟，出了停车场呢走约摸4分钟就到了。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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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ddy Go go go， 狗仔可以走的地方呢主要在海滨方向。公园的开放时间呢就是上午7点到夜晚11点。这里有个不是那么好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么大的公园它只有一个厕所，那个厕所就近住门口那边的，所以入来的时候记得去完厕所先走去海滨。哇，好大片海啊，这里范围都挺大，不过就没有炮台山公园那么漂亮咯。Hello， 好多狗啊今日。Hello，哇，好叻叻啊！佢唔系好熟嘅，系啊。哇，好叻啊，好叻啊！姐姐唔喺隔篱。哇，全部俾红啦，全部俾红佬啦，咁要。来到吃晚饭的地方了，由刚才的茶果岭海滨公园走过来呢要18分钟的，那可以当同狗仔散步，或者呢就可以拍这一条街。拍了在一个叫做明顺大厦啦，每小时28蚊，都是同一条街的，在红桃道的。嚟呢度记得要申请埋舞鞋街嘅身份证啊，咁就有狗狗先食餸噶啦。虽然室外得3把风扇啊，但系都好够力噶，同埋间唔中咧会有人开呢度门出嚟，渗啲冷气出嚟啊。这里的 T-set 都挺抵的，